好，我们改例题。好，这个例子我们之前已经做过两次，我们现在再用定理时再给它做一次。好，我现在就以这个 C 当支点，这是零零点。好，那这一点的话 ，B 就是多少呢？就是这个15，跟零，再加一个分量分量零，用三度空间的。那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15 20，好，那之前的话，这个 RP 的话，坐标我们已经得到了，这个坐标的话 ，X 坐标呢是这是5嘛，这是10，这是10，那这是3/25，零，好，我们带这个公式，这个公式就是西格玛FI 等于零，这个合力等于零啦，那推出多少呢 ？FA 加 FB 加 FC W 是负的，因为我 U 方向是定这个方向是正的，所以 W 是负的，所以减掉 W 等于零。这 W 的话是30公斤的，这 W 是30。好，第二个公式的话是说，西格玛 I FI RI 这个会等于零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RI 它都跟 U 是互相垂直，就满足我们定理的要求。好，那这样的话把它带进来，带进来就 FA R 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RA 多少？我们用这个符号来代表的话，会比较好看。15就向量20，零，再加 FB， FA、FB 都是往上，它跟你这个U 的方向同方向 ，B， 它是多少呢？这是15，零零。再加这个 W 是负的，负 W 多少呢？10，3/25跟零，这等于多少？也是等于零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所以第三个分量可以不要，因为第三个分量都等于零的。好，那这样我就知道了，这个是 FA 加 FB。加 FC， 这个是等于30的，然后再来的话，这15呢，15 FA， 再加多少呢？15 FB， 减掉10 W 等于零，就等于呢10 W 了，10乘以30。好，再来第二行，第二行的话是20 FA， 这是零。等于3/25 W， 等于多少呢？3/25乘以30。这个方程式呢，就是我们之前呢得出来的，所以再来过程就完全是一样的。这个是约掉，所以就是12.5， FA 等于12.5。然后 FB 的话这可以约掉15了，2了，所以 FA 加 FB 是等于20，所以 FB 多少呢？ FB 是20，减掉12.5，这个等于7.5。那 FC 因为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？加起来是20嘛，因为根据第一个式子，所以 FC 就等于10了。很快就做出来了，这定理蛮有趣的。